在成功的洗礼下，我向国际奥委会庄严列队，以崇高的敬意迎接即将到来的运动盛会。他们肩扛红旗，步伐坚定，每一步都承载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运动的热忱。红旗下，青春飞扬，激情澎湃，我们共同见证着每一个拼搏的瞬间。让我们以饱满的热情迎接这场运动盛会，让我们为争夺有国家情怀、有包容精神、有儒雅仪表、有专业知识、有健康体魄、有流利外语、有一技之长的新时代机油小龙人贡献青春力量，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。现在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正昂首阔步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教工代表队。看他们那矫健的身姿，整齐的步伐，展示着门外教师的风采。他们的心情换来的是桃李芬芳，他们的智慧培育出社会的人才。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英雄，奉献中骨血华章，平凡中彰显伟大。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，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。钟声即将敲响，我们东吕系学子们如同璀璨的星辰汇聚于此，我们承载着文化底蕴，以矫健的步伐展现青春的活力。我们的语言是沟通的桥梁，是心灵的纽带，而此刻我们以行动诠释团结与拼搏。让我们在汗水中燃烧激情，在赛场上书写辉煌。东吕系，我们来了，带着梦根，带着希望，向着胜利前进。和他们意气风发，蓬勃向上，他们是力量一言不勤奋的象征。他们将用汗水和努力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篇章。迎面走来的是瑞士代表队，他们团结一心。
岁朝霞照映的金辉，怀着满腔热血迎面走来的是新女婿代表队，像风一样透进云端，一直是他们心中矢志不渝的信念。他们将荆棘看作满地鲜花，没有什么能将他们打败，生不逆旅，地为引豪。他们相信冰封的土地也能够培育出十万朵怒放的神仙，他们满怀期待，他们不做畏惧，他们在漫漫的路途上寻找光明，他们能够战胜一切。新女婿加油！采用日语加低跨国双校园的育人模式，始终践行复合型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理念。他们就是软件学院代表队，软件学院全心全意以学生为中心，方针前后是教师代表，中间是2021级即将前往日本攻读硕士研究生的2021级学子们。看他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，走前的步伐踏响他们的坚定，软件人定当超越自我，不问东西，竭尽全力，勇往直前。Oh.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数字媒体技术、软件工程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四个专业，采取外语加专业加国际视野的这样模式，师资力量强，就业满意度好，工作薪资高是他们的特点。愿你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，收获喜悦，展现信息工程系学子的风采，让激情燃烧，梦想起航，加油！让我们共同创造属于文化里的辉煌。迎面走来的是国际商学院代表队，严管、厚爱、博学、善导是他们始终秉持的优良教风，勤学、善思、力行、创新是他们一贯培育的良好学风。他们坚定不移地听党话、跟党走，为培养国际视野、外语底色、商务技能、跨文化能力的新时代龙外青年不坐前行。朱雀鸿飞，必相有响，这是一群制衡的朱雀，顺境中果敢高飞，逆境中浴火重生。年少正当时，青春必然梦，他们将传承渔阳星火，风聚红色血脉，并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，贡献青春力量。更是天真梦想与伟大时代的呼应。A great occasion.